眼就发现它了，咱们这都明目张胆。哇，看这个大钳子，一定是一个公蟹来的。哇，卡住了，这个洞口太小了。今天的第一只螃蟹，好大一个啊！哎，这个洞，这个洞还有一个。这个不是很大，你看，抓螃蟹啊，虽然是拉的很轻，但是拉的很过瘾的。母蟹是很肥的，又高又有黄。这种螃蟹啊，一定要带一点工具，工具带对了，这个螃蟹抓起来啊，真的是硬实力。光靠一个夹子根本就夹不住了。所以来抓螃蟹也是要有技巧的。这里面还有，还不止一个哎，应该是一只母蟹蟹来的。公蟹，这是个母蟹，刚好是一对夫妻蟹，可以啊、哦，走。现在来赶海呀、啊，这个螃蟹会越来越多，因为每到这个季节啊，这个螃蟹就会有大量的洄游。所以说我们平时要多来赶赶海，来抓螃蟹也是很治愈的。看这个大钳子，肯定是个公蟹，看到没有？你们会辨认公母吗？那这个小小的就是个公蟹来了，看这么大一个钳子，你看这块礁石啊，看就有很多。来得早，潮水刚刚退，我们今天就来了。你看我后面这个潮水还没有完全退下去，我们一定要先来占地方，不然别人来了就把螃蟹都抓了，我们就抓不到那么多。把它碰到了，肯定是痛了，跑出来了一个。这里还有，那潮水刚刚退下去，这些螃蟹还没来得及。
长好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边一定要把这上面搞开。已经好几天没有潮水没有退到这下面来了，所以说今天潮水退的比较低，螃蟹也就比较多了。用了一个，哎呦，怀孕了，这个不能要。来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弄开一点。哦，好大一个，好的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因为这个地方是这些螃蟹的容身之地，最喜欢在这些地方了，所以说螃蟹也比较多。哇，公蟹一个，这里还有，哇，这个个头不是很大，哎呀，看它是爬到这个位置，刚好能容得下它。这只螃蟹啊，如果再大一点，它就跑不出去了。哎呦，又是母螃蟹的，为了海洋生态的持续发展啊，这些母螃蟹我们都不能要。这里还有一只，来赶海啊！我们一定要取之有道啊，不是所有的螃蟹看到了就抓，如果把这些怀孕的母螃蟹都抓了，我们后面螃蟹就会越来越少。那又是一只，现在四到六月份都是螃蟹的繁殖季节，这些我们都不能要啊，把它丢了。潮水刚刚退下去，这个螃蟹还在喝水，看到没有，把这个水吹的在那里飞。今天我们来的特别的早，看来今天的收获肯定是不错的。我们来的时候啊，海里面还没有几个人，潮水也就退到这个地方，这些螃蟹啊还没来得及把自己藏的严实一点，就被我们看到了。哟，跑到里面去了，看这些地方的水还没有完全干。来赶海讲究的就是一个勤快。看这个钳子这么小，这个钳子肯定是断过的，它又生长出来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看这一只，随随便便找了一个小洞就藏起来了，半只身体还在外面。还不行，还扯不出来。比较小的洞，哎，你看。